โอเคมาชาวที่ใช้เกลือโอเคลูโคสไฮเดนบอกการ运动完满身大汗做打巴巴二十分钟你们有运动吗大家没有我第一天本来要运动了结果第一天没有坚持下来后面就没有了我跟我另外一个营养师朋友一起因为我们两个都飞了好了我要去下一个了快点好啊好文轩好了吗？文轩没有声音啊，在睡觉哈。拿一个枕头在旁边哈。没有啦，好凉好凉，挺舒服的。好啊，我刚才跟你讲好了嘛，在我这边也不要讲话。他的位置怎么换掉了？他都关上在下面了。我刚才掉出去。刚才怎么这样慢？好像睡不到这样。都卡在这里，睡不下去。可以看一下，这圆形图表，它中心是 O，and then 它讲出它的圆形的部分 ，OP 是什么？写下这个先，然后前面那个东西留空，画这个图。这个是第五课的是吗？嗯。
我 send 给你们了，你们看一下你们的 WhatsApp。有看到啊。OK。一题题做完，我们一题题讨论。第一题做完了，在那个那个 chat 那边写单。四个人都写单了，我们就开始讨论那一题。第一题好了吗？画那个图罢了，不是简单画了过下面 label 罢了吗？OP radius di jari RS coped berentas 就是它没有经过这个中间点的 OPRSQ OPRSQ 它如果是这样接的话它是 sector major then 你要 expand 这个东西懂吗 ?5x 减15对吗做对了吗对了。一分啊。第二题好了吗第二题好了吗还在动吗第二题你看啊。那个 polygon 叫什么？它有八个边的叫 octagon， 对吗 ？octagon 啊，对。它这个打勾，然后比一分打勾了过后写一，然后圈起来。OK， 然后找出那个它的外边，它的 angle， 那个 octagon 外面的 angle 啊，就是讲说它是八角形，对吗？对上面没有八角形这个八角形它的外围是多少？就是你从这边连出去，你算到它这边多少？你要先算这边多少，然后才算 y， 也就是外面的，它这个就是等于 y。你们算到了吗？
多少？速度不乱了。嗯。嗯，你应该不是做吗？怎么没有声音的？Hello，做什么答案？我觉得应该错了吧。嗯。我这边里面不是拿 n 减二除，乘180再除以八。嗯。所以就是六乘180除以八是多少？六乘180除以八，135。Yes。所以这边 x 是多少？135。Yes。所以 y 是等于65。哎，没有，是65。180减150。45。他要的，他给你 trick。用去算，用啦。哎，我都要。36。我拿45×8。不用不用，总之它外面围肯定是360的，管它几个角。这样老师，如果我算了，我写45×8也是可以对呀、啊。怎么会45×8？我不能这样算的。没有，我拿360除8等于45，再拿45×8等于360。就是这边 y 算到等于45，45×8可以啊。嗯 ，OK。你要这个、啊？你们喝完了吗？不开始了没有？ OK， 来，我们接下来这一个，他要的是 subject or formula， Perkara rumus， 哪一个是 Perkara rumus？ V 是吗？这边不是，因为还有瓜色多对吗？对。L 是吗？是。对。V 不是，因为有瓜色多。L 是，嗯，对吗？你们？对，对，两分啊。嗯。来，我们看下面这个第三题好了吗？好、嗯、了。所以这个是一个 con， 然后找出那个高。slant height 是哪一个？旁边的哪一个？这个？不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那个。24的旁边。这个。Yes。要弯的线。这条。嗯，对。然后你怎样走？啊、哦，我对了。这边是。七对吗 ？Yes。Then 这边是24。Yes。太大了，大得很恐怖。你缩小了。所以24，瓜色多加。14瓜色多。24。加七瓜色多，哪里是四啦，小姐？加七。所以等于625，然后用也是直角三角形的。对对对对对对吗？你们两分。对了，没有，就是除了 con 好像要找也是这样子做吧？好像不止 con 是吗？其他方直角三角形就这样算就好，管它 con 不 con。嗯，好像找其他形也是这样子做，我记得。这个是要算它的 volume， 也就是180度。要用派，它的180度怎样算？还记得吗？记得，拿那个22去，然后乘然后乘那个号码，三分之一，派 j， 三分之一是什么？老师，妈呀，算 con 的那个，还有乘它的高。J 是这个咯 ，J 是他的 medical 啊，
Amazing. 你们叫 R 啊？你们是排 R square H。你们英文的 formula 是这样。这是 BM 的。这是 BI 的。明白吗？明白。对吗 ？OK。没有人兴奋的讲对嘞。因为我会加三分之一。快点写，快点写下来。OK。嗯？对呀，被了解了，老板。你的答案请把全部都做完，快点写下来。你们全部写了，我们去下一个，这个两分啊。我们现在下一个，你看到这个 G 等于四减八分之一 H， 所以你要找 H 变成 subject， 把它搬过去左边。你们都做完了吗？哎，没有声音掉，突然间做完了吗？还没有哈。 OK OK， 你们时间做。Okay， 第四题，我们要把 H 搬去左边，所以这边就四减照抄下来，先一般上面先照抄，然后过后我们再把减八分之一 H 搬过来，这个举搬过去，交换位置，嗯， okay， 然后接下来这个八乘上去就可以了，嗯嗯，这样简单，这边就两分，嗯，所以没有拿满。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因为 我只做到第二行的。哦，你要变成 H， 要变成是 EH， 也就是只有 H 而已，不可以有别的东西，包括数字。OK。因为我不懂哦，那个八分之一哦，可以变减八。我不懂在这里可以变减八，然后哦，因为八分之一跟 H 哦，因为它。它这边哈、哦，你看这个乘上去嘛，它这边就四减 g， 可是它是拿八来乘，所以八四三十二，八 g， 乘啊，懂吗？懂。所以八四这边就变成八乘四，然后减八乘 g 吗？不是，对不对？对不对？恩熙。对对对。懂啊、哦？懂。有谁不明白的，就要写多一次这个哈、啊，给自己明白啊。明白的就不用。最好是有写这个。我说我没有分呢。嗯？我没有分呢。什么？你没有分？我做第二行啊。一分啊？哦，本来是没有分啊。我是有做那个四点局那边。本来是没有分啊。文学那一个是应该是没有分。你没有做完。可怜的文轩，来下一个，这个 y 等于三 x 减五啊，你要完成这个 table， 你要看到如果是 x 等于三的话，那 y 是什么？你要去算哦。所以如果是x 等于三，这样子 y 就等于三乘三减五，也就是等于九减五，对吗？等于四哦。OK， 然后如果 x 等于y 等于七，那 x 就等于就是七等于
3x 减5，这样子 3x 就等于7加5，然后 3x 等于 12x 等于4，明白吗？明白。老师，我那个 y 那边对，然后上面那个 x 我错，这样我哦 ，OK。Lucas， 你完全没有发了，加油啊！要再努力啊！你冯万没有达到好好的基础，需要时间。好了吗？好了，再继续啊。可是老师，我还没有哈。这个你要算 value x， 你要用派，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算的是它叫你 x 这个嘛，你还记得这个怎样算吗？派 j 对吗？这个的 formula 是什么？这个 formula 是那个二乘，对对对，什么乘什么？二乘二十二 over 七乘十四啊。你要算多少度先？嗯嗯，在二派 j， 它的 formula 是二派 j 对吗？对。这二派 r，sorry， 二派。啊，二派 j 啦，对。或者是派 r， 这个是派 d， 我们记一个就好，因为 j 乘2是等于 d 嘛。然后你要算多少度咯 ？OK？ 哎，这是一部分，如果整个是这个嘛，对不对？对了吗？这个跟这个约变十一，这个跟这个约变二，所以十一乘二二十二，这边是六分之一，六分之一乘就等于二分二十二可以约啊？哎 ，sorry， 不可以，这边是二，所以二乘二乘二等于四十四乘二八十八，对吗？所以这边是44乘除3，所以11 4 13，这边是43 12 12，这边2 2分之3，这样 OK OK。 好了，我去下一个啊。嗯，下一个就是你要算的是这个 x 吗？所以这边是多少度？360减掉220是140对吗 ？Yes。所以140和360再乘以二派 j，j 是9，所以也算到了。这边是零跟零个，然后这边是7，这边是18。这个七跟七也掉，十八，这边是二，然后这边是一，二又在跟这个叶，所以变成二十二罢了，看到没 ？OK，
所以根本不用用 calculator 了，就是用页就可以看到了。有看到吗？有。OK， 这边有人 score 吗？刚才那个是总共两个加起来是四分，每一个两分啊。你有写对 formula 一分，答案一分。OK。我们乐一分，答案一分，这个也是。给老下一个来。这边 section C 做完了吗？这个是 Pascal triangle， 设计第一个 Pascal。容易吧？设计第一个 Pascal， 你就知道这个怎样算。这两个跟它的关系是这样的，倒金字塔了，这个加起来变成，对啊，因为这个呢它没有东西嘛，所以它加起来是，这个跟这个加起来是一，对吧？这个也是这样。所以你记得它是倒三角形来算就对了，好吗？这个是设计第一个 Pascal， 没有问题。嗯，然后你要算它的 value PQR。嗯。它的 P 在这边 ，Q 在这边 ，R 在这边。所以你看 P 是这个。所以 P 等于 2加1等于3， Q 呢？ Q 就等于4加6。然后这个 R 呢？R 就等于4加1 ，OK， 可以吗 ？OK 了，就下一个啦。这个可以拿到3分，每一个一分，每一个一分，3分啊。OK， 我们看下面是 complete 一个 number sequence 啊，也就是 Jujugan number 啊，你要完成它，所以这个是1/8。这个是1/5，怎样看？这边是2%，3%，4%，所以很容易，对吗？所以这边两分，一分，两分 ，OK。然后这个呢是一个 PQRS， PQRSU 是一个普通的 pentagon， 五角边，五边形。然后呢 ，QTURSV 是一个直线来的。所以你知道这边它的边角，这边的话是多少？这是一个三角形的话是多少？你知道这边跟这边的角了，对吗？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两个 x 加 y 是多少。所以它现在要你算它的总共里面是多少先？那内角是 hasil tambah sudut pedalaman PQRSU， 所以这边就是 n 减2乘100等于180啊 ，sorry。就是用那个 n 减2，刚才我跟你讲那个 formula， 对吗？还有多少个边？有5个边，再减2，
记住那个 formula。 我用写字给他 n 减2乘180，它的 formula 是这个，记起来呀、啊，就是你有多少个边，你减掉 两个边，然后再乘以180，就是它所有的内角它有多少个度，总共起来。所以这个是一分啊，你拿到540，这题有谁错？这个以前六年级就学了的。对的。然后计算那个 x 和 y，x 和 y 意思讲说它要分 x 跟 y， 你要算出 x 跟 y 不同。所以 x 角是看它的内。我们已经知道是540，你去除以5个边等于180。所以从这边你就会看得到，这个跟这个，我们可以算到它都是108。然后四方形我们的角是360，对吗？所以你如果你要拿到 R Q V 这个角，这一边下面你要怎样去得到？你已经知道这个是180了，108乘，然后这边你知道是20，所以你拿这个180减掉20再减掉108，你就算到这边是52，懂吗？所以这边我知道整个角是108，等我减到52，我就知道 x 是多少了，对吧？对。OK 吗？这边 OK。OK， 我们来看外面，还要的是下一个，还有 y 是外角来的，也是内角，我们要先算外角才得到内角，因为这边所以你看到、哦、这个 y、哦、你先算这个外角是多少，这边我们知道这整个108还减掉哪里，还记得刚才我们讲每一个三，我们可以算得到这种它的外角是多少的，对不对？就是这边，你明白吗？这边是108对吗？里面这一个角，连它现在要算的是这个角，这个角是72，对不对？对对，然后这个跟这个是不是一样？这两个是不是这个是等于 y？ 是还是不是？是。对，所以这个是这得等于 y 的话呢，然后你就拿180减掉72再减掉20就等于70，所以你一定要懂它是对等的。我们这样子画哈、哦，这边跟这边是一样的。懂吗？如果你两条线是直线的，他还跟你讲这个是直线，这个也是直线，除了讲这个东西不是直线，我画的线不够直，什么直线画，这样子是不是一样？对不对？它的逻辑是这个，可以吗？可以。嗯，所以这四题，这个是四分，这个是看你完成这个一分，完成这个一分，不是，这个刚已经算了，所以不算，这个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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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这样四分，你要算是不算，一定要算出答案，而且算是跟答案要有，不可以直接蹦答案出来，
你有没有可以怀疑你是抄答案，或者是看那个别人的答案 ？OK 啊，我们接下去下一个了。这个呢，你要讲起，这做了吗？你们做了吗？第二题？还没有。好，叫你们先做，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